虽然我们去过很多次了，但是崽崽还没有。我们现在已经到韩国机场了。嗨，小短腿儿。Hello。我现在呢换了一下衣服，准备带他们去宏大。仔仔第一次来宏大，不对，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宏大。来，你们两个想吃什么？我想吃的是棒棒。吃饭啦！耶、yeah, ，我们的饭来了，招牌猪蹄。据说这家是比较有名的，反正顺义是蛮好的。好吃吗？大猪蹄。不辣的，这是沙拉。沙拉也辣呀、啊。我辣你的头啊，辣！有味道做不出来。这汤好好吃。请上车。我们现在到了韩国的一个梨花壁画村，仔仔看过来，打卡成功。啊，眼睛画得好漂亮。他画好了，但是就是日期写错了，写了个八月，应该是九月。你刚才凶了他，他都不想理你。刚才仔仔被爸爸凶了，是不是？哦，原来就是小熊啊！哦，仔仔、Sunny， 你们打卡了，来。慢一点，仔仔。我们现在呢要去一个叫什么来着？什么夜市？广藏吗？广藏夜市，去看看。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什么市场了，人超多超多，看见什么都想吃。嗯。章鱼，他有没有激我呀？啊！爸爸有一个章鱼。哈哈哈！来这样，我们现在又来到了明洞。仔仔第一次来明洞哎。姐姐都来了好几次嘞，我们现在已经到明洞啦。Hello， 打卡明洞，大哥。现在打卡景福宫，比心。你们俩干什么？打卡，这里就是景福宫。你的专属比心怎么样了？这样子一个爱心啊，哎，你的呢？哇哦！杨霞有事情去了，今天由我来带他们。你要带好我吗？那肯定的，爸爸会带好你的。
现在是这种状态，左一个，左一个，右一个，右一个，一把雨伞，一把雨伞。好了，我们走喽。我们走了，好了。没有妈妈在你们身边，开心吗？开心啊！开心啊！没有妈妈在你身边，开心吗？不开心啊！你看，女儿就贴心点，仔仔就是，你这个臭仔仔，你真的是。哇，鱼哎，哇，要喝水吗？我要洗手，我要洗手。哎，你要吃什么东西？我要吃冰激凌。自己拿。这都是陈列的，那个中国牛。Sunny， 你在干嘛？画个小兔子啊，这什么小兔子为什么那么多眼睛啊？没有，这腮红。腮红。喝完了。不要吓我。我想去动物园。进，来走，进。我也要。哦，这个小欧，这小欧，这个小欧。我也要。好，仔仔。仔仔在这里。OK， 把我们放下去，放到最上面好了。这谁买的？爸爸，这是爸爸买的。哎，你爸爸怎么那么优秀啊？爸爸怎么那么帅啊？喜欢爸爸。喜欢爸爸。好，我们走了，我们打个车。去找妈妈。啊。Hello， 今天呢，我们要去游乐场玩，要不要去？要。我们现在要坐旋转木马了。木马不要把你们拉走，不要进去，怎么样？你六十五？什么？不错吧？啊！死亡好痛苦！打卡新沙洞，仔仔呀，吃完饭了，要是回去睡觉觉吗？要啊！要啊！好，那三弟和仔仔的韩国行就到此结束了，开不开心？开心。我们就说拜拜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加油，加油，拜拜。